我们是山上搬下来了，就第一在山上，山上不前都没得住嘞，还进去扎这些手工啊，扎孩子啊那些。喊我就是自己养娃娃，他说的是不要，你是要去做苦力活喽。我是认不得字，就没读过书嘛。他专门就是租了一个房子带孩子，陪孩子上学，对吧？然后就可以在我合作社拿绣片，挣一些生活费。微微的，读书，读书啊！我自己的要求不够，反正房租钱砸出来就可以了。生活特别知足哈。对对对。盖后面啊。该是盖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哦，但你纸子没有掏干净哎。今儿是反正第一块，你要选那个，不然你过后的所有的东西你都整不好的嘛。快递其实长得小的是几天就弄完了吧。嗯，这个要不到几天，你反正你不，你只要安心绣的话。安心绣就2000多。修嘛，不得是那块慢慢学嘛，像之前这个婆婆，我跟你说，她还是不会，然后不会，然后过后开始慢慢会了。你看现在，其实老街上最能干的了。啊，最能干的。是噻。看那个居月不断的在鼓励他们。这个我们这个啊，拜拜，等下了。全职阿姨她是在我儿时的这个记忆里边，她跟她老公在做裁缝，其实她们老公的记忆还很好，她还说她是她们老公的这个徒弟。张媛媛那儿跟我跑了多大的劲，本来就做这行呢，我也喜欢做这行，年收入几千块钱，我们不做这些，你看嘛，她我们家那个也好早不得行，因为她老公其实以前也是裁缝，然后现在就是归隐田园。她每天早上，她跟她老公去田里，我把那个瓜果蔬菜摘了，然后一大早，然后背着背兜去街上把它卖了，凌晨6点卖了之后，然后去我合作社上班这样子。每天早晨下去卖个50-60块钱，就算了，我就在张月那上班嘛。自己高兴。